第下一位是郭家麒議員，三分鐘。我是支持這個中止動議的，說得很清楚，其實今天香港是這樣的田地的，是誰會做出來？就是建制派，包括陳建波這一種人，令到過去那幾個月香港是在一個極之惡劣的環境底下。秘書請記錄在案，郭家麒議員剛才對主席的批評呢是一派胡言，但是為了令我會上暢順進行，我是不會駁斥他的。下一位是毛孟靜議員。下一位毛孟靜議員，你要澄清回來，回來。他都沒有提秘書處。毛孟靜議員，有什麼規程問題啊？郭家麒議員有什麼問題啊？郭家麒不是規程，主席剛才你有兩個的，你要秘書記錄了我說的話是一派胡言，我想你澄清我哪一隻字是一派胡言。你對主席的批評是一派胡言。你說秘書處、我剛才我說你聽不聽到啊？看大啊，建制派和陳建波嘛，聽不聽到啊？那你不是建制派嗎？我現在你說我剛才是說的內容啊，我就是說這個你不是的，不是說我是說你建制派是一派胡言。我辛苦回來開會是想香港前進，絕對不是你說那些污名化的行為。沒有啊，我說是你和建制派而已。我說聽你聽我說，我不會花時間中你的計去拖延這個會議的，你再在這裡圈蛙我請你出去，我不認為這個是一個規程。我哪有圈蛙到啊？我現在是規程你而已，我去阻擋這個阻礙這個會議，讓我們沒法投票而已，我認為這樣。嗱，你唔好再喺度嘈啊！嗱，下一位毛孟靜。哇，你真係好離譜啊，陳建波！你真係好離譜啊，郭家麒。毛孟靜議員，我都想啊，不過我要做完主席先。毛孟靜議員，毛孟靜議員。主席。等我過曬啲嘢先，過曬啲嘢先。毛孟靜議員，唔好開始住嚇，我唔好開始住嚇，我有規程問題。有個人話你不如同阿郭家麒出去隻抽，你話我都想啊咁。喂，呢啲咁不適合的言辭和行為是不應該在議會發生的，我認為你應該收回。毛孟靜議員，你覺得我們是一個正常的議會嗎？誰剛才說話你出去隻臭是議員說的，說一下笑而已，不用那麼緊張，做回正經事吧。陳建波，你做主席，你不想被人批評，你不要做主席吧，做得主席就預了被人批評。周浩鼎，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是民生，逃犯条例你都说是民生的了，民生。陈建波，我的同事骂你是骂得啱，为什么不骂得你是奴才？你直情是奴才啊，告诉你。好啊，你喜欢你赶我出去啊，我不骂你奴才，我骂你奴才便宜了你啊，陈建波。你收不收回先？我不收回，你喜欢你赶我出去，你行为点点点，而且请你离开会议室。你不用问，请你离开会议室。暫停會議5分鐘。